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艺术家。老艺术家的加盟啊，可以说也是做到了我们京剧艺术的传帮带。78岁高龄的杨乃鹏先生，从这场演出的策划之时就一直关注着，也提前为今天的演出做着细心的准备。可以说啊，杨乃鹏先生到现在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声音和演出的状态，听他的演唱如饮美酒。下面我们就请出杨乃鹏先生为您带来《洪阳洞》。
谢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知道您的意思啊，您听听，这像78岁的人吗？声音的那种饱满，韵味的那种醇厚。所以我介绍杨老师的时候啊，我不想说78岁高龄，一点也不高。在杨老师的这种声音的驾驭来看，游刃有余。我知道您的意思，下面还有一段快三演，堪称是唱琴鼓三绝。我们再次请出杨乃鹏先生。You're so good.